这里有钢筋水泥和天气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它坠落般的寂寥。谁在这里等待？谁在这里彷徨？只为一个不会到来的归期。 谁在这里寻找？谁在这里迷惘？在这七彩霓虹都市中失去，我在哪里？你是马德利吧？是啊。 叶修子不会来了，他让我在这给你带话。他说他很感激你，他会永远记住你的。啊，还有这个，大明星让我把这交给你，这是他最新专辑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这专辑里边有两首歌是写给你的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可以把专辑扔到垃圾桶里。 你和叶秋子很熟吗？不是啊，就见了一回。昨天他来这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问我是不是天天在这唱歌啊？我说是啊，然后他就让我把这光盘给你了。谢谢你啊，哥们。啊，叶秋子是你什么人啊？ 喂，哎，我正写着呢，你别催了行吗？你告诉胡导啊，想要好音乐就别整天逼我，好音乐不是逼出来的。 我19岁的时候来北京追梦，追了11年。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，所以历经沧桑。我特别有女人缘，有好几个上等美女先后与我相爱，但最终，她们又先后把我抛弃。在泡上秋子之前。 我在一家酒吧唱歌，那是我最落魄的一段日子。我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，狼狈不堪。和我一样狼狈不堪的，还有两个难兄难弟，一个叫老骚，一个叫阿桑。哎，冰箱里怎么什么吃都没有啊？哪儿啊？哪儿啊？ 没东西你不能自己买啊！阿桑啊，哥呢？小样马上就出来了啊！把那小样一交。哥，我没钱，没钱，没钱。桑桑，嗯。 来来来，哥给你说说。哥那小样马上就交了啊，等小样一交啊。哥，我没钱，那冰箱里边还空着呢嘛，你要不就买点东西填上。拿出来。明白拒绝也是一场战役，但愿我能懂得如何忘记。 很久以前，我想起很久以前的你，每一段开始的憧憬，享受刹那的绚丽。很久以后，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自己，倔强地张开双臂，歇斯底里。很久以后，秋子的出现就像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 第六感告诉我，桃花运来了。于是，我和秋子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。等一下，这张钱我怀疑是假的。你是马德利吧？你真的见过我吗？我也觉得似曾相识。给我10秒钟，让我想想。 别想了，咱俩不认识。我是在电视上看过你，你是天籁之声的第3名。怪不得，要见过你我肯定忘不了。我特别喜欢你写的歌，你的那首《飘雪》，都把我听哭了。懂我。说说你的来路。我家在九江，是小学音乐老师。我想做歌手，把工作辞了。刚来啊？ 半年了，我报了个歌手培训班，还交了5万块钱学费。培训班肯定给你下承诺了吧？毕业之后我给你出专辑、接商演，结果还是让你补交几十万的包装费。20万。他们说找人给我写歌，结果写了一堆垃圾。在北京，想要当歌手的北漂满大街都是，成千上万。他们为了一曲成名，不自量力，飞蛾扑火。 最后的结果是，流着伤心的泪，唱着故乡的云，回到了故乡。我家人一直也不支持我，现在工作也没了，还要靠他们养着。要不，你跟我去酒吧唱歌吧。我们正好缺一个女歌手，我还能给你写歌，免费的，我肯定比那些骗子写的好。 那你歌写的那么好，为什么还要出去卖唱啊？酒吧暂停营业了，不过月底应该会重新开张。我得走了。别呀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是6点10分的火车，票已经买了。我手机号码告诉你了，136-010-0932。以后再来北京，别忘了有个码头店。记住了吗？136-010-0932。你说过会免费录我写歌，我没听错吧？没有啊，没听错。那我不回去了，我跟你去酒吧唱歌。只有孤单陪我入梦，当作一切都没发生，依然为你亮着房间的灯，没有你的感觉有一点冷。 我们的爱还可不可能？难道又是断线的风筝？从熟悉到陌生，半睡半醒的梦，我又回到寻找真爱的旅程。 我能加入你们乐队吗？炸了！我又炸了！你啥呀？你炸两个王，两个王不能炸！我跟你讲，放屁！两个王怎么能不炸？ 我跟你讲，俩王就能。老蔡，老蔡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想你了。哎，快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超级大美女叫叶秋子，我们一致通过让她加入咱们的乐队。我跟你说，她唱歌特别好听，不亚于亚洲天后。怎么了，老谭？酒吧要关张了，你们得在11月20号之前搬出去，不能在这儿住了。什么情况？咱们的老板破产了。 他的几家酒店和超市已经被法院查封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再想出路吧。那工资呢？半年工资啊！每人6000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我6000！他妈蛋的！我们在这吃了这么长时间方便面，连屎都拉不出来了。老太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3支乐队让我去当主唱，我都没去，因为我对这儿有感情。出这么档子事儿。 着急也没用，兄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散了吧，各自找出路吧。猜猜我是谁？你来干嘛？我想你了，我来看看你新家。别给我来什么旧情难忘那一套啊，不然你会很难看。你这自以为是的臭德行啊，永远都改不了。有事吗？我听说你们那酒吧关张了。哎。 把你的银行卡号给我，我给你汇点钱。少来，别在这可怜我。你现在可怜我，我心里很难受。那个人是孟思凡吗？ 是啊，我太幸运了，居然见到我的偶像，我特别崇拜他。不过你说他为什么那么红，还要隐退啊？离开我以后就找不着北了呗。啊，你不说有很多人要买你的歌，你不舍得卖吗？是真的吗？骗你干嘛？为什么不舍得呀？打个比方啊。 我自己写的歌呢，就好像是我的情人；让别人唱我的歌，就好像他跟我的情人躺在一被窝里，而我是一个旁观者，明白了吧？那你为什么愿意给我写歌呀？因为你让我动心了。让我动心的女孩，都能让我写出好歌来。 王老师，小样出来了，我做的很认真，一定给你们带来惊喜。很抱歉，你来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部片子已经卖给了中央台，元旦黄金档必须播出。为了保证播出时间，公司请了快枪手，小样上个礼拜就送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这一个多月白忙活了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你们怎么这样啊？ 太欺负人了吧！我当初没有坚持要定金，是因为想着你们是大公司，不是小作坊。你们怎么这么不守信用啊？太不尊重人了吧！不是我们不守信用，是你违约了。合同里写的很清楚，11月10号交小样，今天已经13号了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及时跟我沟通呢？换了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你们想快可以催我呀！我们催你了，可你的回答是：好音乐是逼不出来的。我们的。 爱可不可能？我的酬金拿不到了，我不能给你写歌了。你走吧，没钱交房租，过两天我也没地儿住。只有孤单陪我。 一切都没发生，依然为你亮着房间的灯，没有你的感觉有一点冷，不再为谁苦苦的等，请把我埋在昨天故事里。 突然有一天，我既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昨天里，昨天里，哦耶，昨天里。行。桑，嗯，来北京多久了？ 5年08个月，记这么清楚？老骚呢？我想不起来了，肯定比他早。就是，我看你们俩在天桥上装瞎卖唱，心里跟刀绞似的，太悲哀了。行了，你别说我俩了，你说说你自个儿。嗯啊。 一表人才，一身才华吧，怎么就连个妞都留不住？你要真那么牛，你有今天吗？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人那么牛一大公司，啊，两人牵你，你干嘛呀？你跟人家私约，你非得拧巴的要唱自己写的那些歌，你就觉得全世界就你一人会写歌，啊？全世界就你一人写那歌就能把全世界人民全都给感动了？还有呢，你记得上次那俩大腕吗？啊，那俩大腕上赶着要买你的歌，你就是不卖啊，他不卖啊。 你那被驴踢的脑袋什么时候能撸直？停！哥，要不你没地儿住的话，先住我俩这儿。地下室有点潮，要不你先忍着。哎，哥你。 别哭了啊！全世界像咱们仨这样的，不光咱们仨嘛，那不光咱们仨啊！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想走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离开你，我还等着你给我写歌呢。我让我爸给我汇了3万块钱，我帮你交房租。咱的兄弟们啊，哥想死你们了！干嘛呀？都拉着个脸，这不等你说话呢吗？每人3万，加上之前的6000，你们的工资结齐了。怎么样，仗义吧？行了，老蔡，香瑶酒吧已经转让了，新老板很大气。 把你们的工资从6000提到了1万，而且花了100多万换了一套顶级的音响。怎么样，哥几个，想不想好好折腾折腾呀？刘总，你觉得马德利能唱出来吗？麦克，你感觉如何？啊，这歌手我还是有点了解的啊。当年我给几个选秀节目当过评委，见过他2次。怎么说呢？他还是很有才华，而且有几首歌写的相当不错。我一直都认为他很有才华，只是呢没有遇到好的机会。 不过，如果你们公司愿意打造他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唱出来的。刘总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包装一下马德利，这期间产生的费用呢，您开个价，我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。麦卡，我听听你的看法。这一个歌手啊，他能成名不一定有原因，但不成名呢，肯定有他的问题。我记得他曾经签给了百川，但是不服从公司的理念，非要唱自己的歌，最后呢跟公司解约了，给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，自己呢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 这5年不能签约任何公司，也不能参加商业演出，也不能参加选秀节目。5年已经过去了，私约惩罚也到期了。马德利现在不再受百川的约束，我妈还是不敢签他。这说白了，他呢是一块上乘的好木，但是呢质地太硬，不易打磨。艾克，你觉得叶秋子怎么样？ 秋子还是不错，我觉得比较适合咱们公司，值得挖掘一下。嗯，跟我的想法一样。思凡，我准备把叶秋子推出来，你同意吗？啊，当然，他所有的包装费用都由我来承担。思凡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，我特别感激，真的。你愿意？ 把秋子引荐给国瑜吗？当然了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啊。你是不是爱上秋子了？是啊。那，秋子爱你吗？那必须的呀。哎呀，这秋子哥很招人呐，一旦走红，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的追随者。那到时候……你听我说啊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前段时间老骚和阿桑给我上了一课。 他们说我不会经营自己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对。我这次打算利用秋子，让她唱我的歌。秋子火了，我的歌也火了。秋子，你要交好运了，给你的德国原产的Heineken。你疯了！ 你买那么贵的琴干嘛？什么情况这是？秋子要签约国娱了，而且不用带资。秋子小姐，国娱传媒特别希望你能成为我们的签约歌手，怎么样？感兴趣吗？非常感兴趣。亲爱的，我不是在问你，秋子，如果你对本公司有所了解，你一定知道，只要是签约我们公司的艺人，多半会出名的。真的不用带资签约吗？你是个例外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。 11月18号，全国16家电视台，包括本公司在内的32家娱乐公司，将在天津举办一个迄今为止最为隆重的选秀节目。这个节目叫做《星光灿烂》。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公司，你将代表本公司去参加这次选秀。那秋子能唱我写的歌吗？在《星光灿烂》的舞台上？当然可以，只要够水准，并且适合秋子。我不愿意走入谁爱。 脑中闪光满了尘埃，的梦幻样成了依赖。有谁愿曾给我们清新弹唱女歌手叶秋子小姐？谢谢大家。请问叶秋子小姐，在您没做歌手之前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？我是襄阳酒吧的歌手，我叫叶秋子。我们这有一个4人乐队，这位是贝斯夏黎骚。 吉他魏阿桑，乐队主唱马德利。耶，马德利老师是我们乐队的灵魂，他特别有才华，写了很多优秀的歌曲。虽然这些歌曲现在大家还不太熟悉，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红遍全国。马德利老师也是我的恩师，在我梦碎的时候，是他发现了我，在他的引荐下，我成了国娱传媒的签约歌手。在这里，我要向我的恩人马德利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叶秋子之所以能有今天，可以说跟我的栽培是息息相关。当然了，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歌手。我相信叶秋子总有一天会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。秋子签约国娱之后，我每时每刻守在她的身旁，我们满怀喜悦，共同设计着我们的未来。然而，事态的进展却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。 麦克老师，这些歌都是你写的？这是我3年里的所有作品，一共52首。那你觉得你写的歌适合秋子吗？我已经全部按照秋子的声音条件做了调整。试试吧。雪飘舞着，纷飞在风中。 满天部落的思念。来，秋子，可以了，直接唱副歌部分。我们飘来飘去，随风飘来飘去，七彩霓虹的梦幻。秋子，这是 F 调，直接给我上 B 调。我们飘来飘去。 随风飘来飘去，记在霓虹的。哎，你不说他特适合唱你的歌吗？这唱的什么呀？这是。怎么回事？风太高了，加4匹啊！秋子，你让马德利从我的录音棚里给我出来。 怎么了？他说什么呢？要不你先回去吧，你在这里我会觉得很紧张。行，试试 A 调，好吧，就唱 A 调啊。麦克老师，您还让秋子唱原调吧？从 F 直接到 B， 您太为难她了。 我告诉你，他是我的签约艺人，而我是他的辅导老师，明白吗？这是你让我觉得，这是你理所应当。来吧，我面前的男人，我面前的你。叶秋子，你到底会不会跳舞啊？ 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手臂要抬高，抬高，抬高！你他妈没吃饭啊！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你努力？你现在努力顶个屁用啊！就你这样的，跳个1年365天都没用。我靠！老师，秋子其实已经很努力了，她每天都跳到半夜，腿都肿了。对新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点鼓励，少点责备呢？你谁呀？ 麦克老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刚才这段歌舞应该是音乐剧《情感生活》里面的一个片段吧？我们这是在彻头彻尾的模仿和照搬啊！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我们为什么要吃别人剩下的呀？我们有能力自己做原创啊！我给你的52首歌里面有一首歌叫《最后的晚餐》，曲风和感情生活非常相似。我建议开场的这一段歌就进《最后的晚餐》，无界见寒流，寒流适合秋子啊！麦克。 这是谁呀？我看舞蹈教练这个位置你来当好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音乐总监也让给你吧。不是，我说错了吗？大家辛苦了，我买了好吃的。 哎，哥几个，这么好，你说什么呀？饼干、面包什么的。好，谢谢啊，客气客气。来，水果。谢谢谢谢。宝贝儿，这你的。我不想吃。那你想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买。什么都不想吃。他们不尊重你，我其实心里比你还难受。我真想抽他。有两次我差点没绷住。小紫，你要是觉得委屈，咱们走人，不受这个罪。我不觉得委屈。他们对我这么严，也是为了我好。 来，老蔡，来过来。马德利自编自导的伟大作品，现在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了，全国60多个城市，100多个酒吧全都邀请咱，咱以后有推动的。那咱这不是跟着秋子火起来了？哎呀，这我跟老曹一人只说一句话呀，就看他一人在那摆上了啊。 叶秋子之所以能有今天，可以说跟我的栽培是息息相关。当然了，她本身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。我相信叶秋子总有一天会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。她的成功不仅是我的骄傲，更是我们襄瑶的骄傲，因为她这颗明星是从襄瑶升起的。虽然现在叶秋子签约了国娱传媒，但是我仍然是她的老师。秋子以后唱什么歌，怎么唱，用什么形象来面对大众。 国娱传媒仍然会充分的尊重我的意见，国娱传媒会不遗余力的推荐叶秋子，但是我负责的说一句话，想要成功，国娱传媒离不开马德利。麦克老师。 麦克老师，你的大作一共52首，完璧归赵。你觉得哪首歌适合秋子？就算有合适的，我也不会让秋子唱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网络上那些视频是怎么回事？装不知道是吗？啊？是。 每一个音乐人呢，都想拿我们国娱平台来炒作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人可以脸皮厚，但千万别不要脸。什么叫国娱传媒离不开你马德利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觉得全世界的音乐人都不如你？我常常跟他们讲，这一个艺人，他能成名，不一定有原因；他不出名，肯定有原因。你的身上呢，原因就太多了。 但是我没时间，也没兴趣跟你讨论这些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在我辅导秋子的时候，请你离我远远的。 走了。麦克为什么让你搬走啊？他说，搬到公司里面，上课就不用那么赶了。哎，不用送了，我自己打车去吧。不至于吧？ 别抽了，熏着你了吗？停车。不远了，我自己走过去吧。随便你。 我有那么讨厌吗？说什么呢？你说我说什么呢？麦克烦我，整个国娱都烦我，你也烦我。我来送你又不是杀人放火，我他妈不是人肉炸弹，至于吗？大哥不拿着，麦克可能会回心转意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 秋子，祝你好运。车钥匙还你，用不着了。怎么了这是？秋子搬走了，搬去国瑜的公寓了。受刺激了。秋子现在就开始不搭理你了。拿酒来，老子要喝酒。 秋子，我想你了，我特别想你。秋子，秋子，秋子，你跟我回家。他们不让你唱我的歌，你跟我回家。秋子，亲爱的，别胡闹，你有点失态了。谁他妈是你亲爱的？娘炮！我，你说什么？ 我他妈说你是娘炮，娘炮，你他妈才娘炮呢！亲爱的，我他妈亲死你！住手！麦克，喝口茶。不喝。刘总，麦克老师。刘总。 坐吧，麦克，麦克，你来说说，说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他一大老爷们儿，他亲我干什么呀？我娘炮吗？啊，我哪娘炮了？一身毛，我神经病！麦克老师，对不起啊。你看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让你搬到公司来住，就是不想让你受那些负面情绪的影响。事实呢？ 我的良苦用心事与愿违，他向我保证了，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来公司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刚才公司决定了，在你的合同里边附加一个条款：如果你还想成为我们公司的艺人，如果你不想放弃你的大好前程，我希望你能够接受。什么条款？就是在你的合约期内不许和这个人再有任何来往。我告诉你，他这个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好处，他只会毁了你的前程，而且。 他这个人心理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简单的讲，他就变态。你这个话，是不是说的有点严重了？一点都不严重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就是你单方面解约。 马德利，老马，我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不再是国娱的艺人了，我们解除合约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每天都在想我啊，而且我天天想和你在一起。跟国际解约觉不觉得遗憾？还不是为了马德利。咱们不遗憾，是吧？回酒吧多好啊！嗯，你看昨晚的顾客多疯狂，都冲你来的。什么呀？他们是冲着乐队。秋子说的对，他们都是冲着乐队的。来来，为秋子归来干一个！来来来，干几个！快！我不想喝。 我也不喝。什么情况？你们？什么情况？台下的人明显是冲着你和秋子去的，看都不看我俩一眼。我们要炒作，我们也要沾秋子的光。对，我们也想沾着秋子的光，炒作一下。炒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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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炒什么呀？炒鸡蛋？怎么炒啊？我叫魏阿桑。 来自美丽的新疆塔城，在我9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爸爸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我，我的妈妈又有了新的生活。之后是我的奶奶一直把我拉扯大。还记得8年前我离开塔城的那一天，我的奶奶对我说。 他说：“阿桑，我的孙子，你要努力呀、啊！成不了一个好的歌手，就不要回来见我。”我叫黎骚，来自辽宁铁岭。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叫娜娜。来北京的时候，她为我送行。她说：“如果我出了专辑，她就嫁给我。”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为我出专辑。但是为了承诺，我买了一支录音笔，自弹、自唱，录了一张光碟。可是我见到娜娜的时候，她他妈居然怀上了别人的孩子！我叫叶秋子，是小学音乐老师。 为了我的梦想，我辞了工作，来到北京。爸妈都不支持我，但是我很幸运，因为在不久前，我成了国娱传媒的签约歌手。可是，就在昨天。 我和国娱传媒解除了合约，为了我心爱的人，在这个城市，有成千上万像老骚和阿桑这样的北漂歌手，他们和我一样，我们都渴望成功，但是遗憾的是。 就在我的梦想差一点可以成真的时候，我却选择了放弃。爸妈，我都不敢告诉你们，因为我没有这个勇气。 我真的没有，我不想让你们失望。对不起，爸妈，对不起。麦克老师，我想就前两天的非礼向您正式道歉，让您受委屈了，麦克老师。主题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秋子还想回到国娱传媒，这个是他孝敬您的顶级摩卡。太低端了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骚扰我。 请进。刘总，这是秋子孝敬您的顶级摩卡。听麦克说，秋子想重回国艺传媒。刘总，秋子现在挺后悔的。回去告诉叶秋子，国艺传媒不是他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。 想重回国艺传媒，已经是没有可能了。刘总，再给秋子一次机会吧。行了，我呢还有几件事情要处理，带着你的墨卡请回去吧。秋子说了，她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们，她也可以不和我来往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她了。 重新签约啊！刘总等你呢。你去求刘总了？不是求，协商。不去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舍得离开你啊。秋子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想成为国娱的签约歌手吗？数不胜数。他们就像没奶吃的孩子在找奶妈，但是奶妈是要付费的。很多挤进国娱的歌手都是带资签约的。 国娱传媒可是个超级奶妈，他们能让你迅速走红，关键的是他们不让你带资签约，这样的好事不是谁都能摊上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啊，明白我也不去。这个机会对你很重要，错过你会后悔的。好了，我不后悔。干嘛去？准备演出啊。 世界，忘了空间，忘了昨天，忘了如何是好，忘了世界，忘了奔跑，忘了拥抱，忘了简单的好，忘了曾在这里留下记号，也忘了身边的人纷纷扰扰，忘了清晨潮汐里的喧嚣，也忘了夜晚最后他们的拥抱。 明星，给我签个名儿呗！好喜欢你哦。谢谢。还有我啊，还有我，还有我哎。喂，曼德利，现在已经8点半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到啊？刘总，秋子演出呢，走不开。 你让秋子明天上午11点赶到公司，你告诉叶秋子，11点之前我要是见不到她，国艺公司将签别的歌手。北京的秋天很少有大雨，但是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风也很大。在我的眼里，雨是红色的，那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老骚和阿桑说，那天晚上没有下雨。 他们说我的脑袋被驴踢了。哎，老马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他不接电话。没事，回家了吧？哎，我和阿桑先送你回。你在干嘛？喝多了，没控制住。秋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哎，不是秋子，你听我说，他这人嘛，停，让走，谁来我跟谁急。 熟悉到陌生，半睡半醒的梦，熟悉到陌生，不是我的旅程。秋子。 明天就要比赛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把所有不开心的事都忘掉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成功了，就会有很多开心的事情来找你。麦克老师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记住一个混蛋的。 心被撕碎的伤，那是你不能承受的放纵、迷乱之中。我的荒唐是雨信风的晚上。谁啊？孟思凡。你干嘛？为什么不去上班啊？我请假了。请几天啊？6天。6天，今天第12天了，你知道吗？有那么久了吗？最近日子过得有点乱。我听老骚说你把自己一个人憋屋里，阿三告诉我你已经疯了。 我写歌呢，给秋子写的。哎，秋子进10强了，你知道吗？必须的，直播赛我一场没落下。写的怎么样了？这是我写的最用心的一首歌。我带着为秋子写的歌赶到天津，我抱着一线希望。 希望秋子在星光灿烂的舞台上唱我写的歌。我相信，写给秋子的歌一定能感动很多人，因为我是流着眼泪写出来的。 张开双手，以为。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？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越唱得深，越明白爱要放得开。你怎么又来了？ 麦克老师好，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噩梦啊？不至于吧，我只是想见见秋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再让你见秋子的。麦克老师，我再次向您郑重道歉。好，我接着道歉，你走吧。哎，麦克老师，这是我新写的几首歌，我绝对不会借机炒作的。我发誓，非常适合秋子，您让她看看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让秋子再唱你的歌的。 您不说，您原谅我了吗？您要觉得实在不行的话，要不您亲我一口。你脑子有病吧你？神经病！哎，麦老师，我问你啊，你还要说什么？你还要说什么？麦老师，我求您了，这真是我很用心写的歌，很适合秋子。我发誓，您让她看看好吗？告诉你，你的人。 和你的音乐都一样是垃圾。秋子说过，他不会再把一个混蛋放在心上，明白吗？薯条你还吃吗？我的故事好像没有打动你，不感人吗？嗯，一般般吧。我觉得，如果我要是把我的故事告诉你的话，你一定会流泪的。我爱的人叫刘小曼，我和她一起。 在群艺馆学音乐。去年，他考上了音乐学院，我落榜了。分手以后，他一直不愿意见我。能不能让我讲完我的故事再听你的？你在天津见到秋子了吗？没有。 我双手捂着疼痛的胸口，带着一脸的迷惘回到了北京。在襄阳，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为秋子写的那几首歌，唱得天昏地暗。是雨西风的晚上，我的心被撕碎的伤，那是你不能承受的放纵，迷乱之中，我的荒唐。是雨西风的晚上。 我的心被撕碎的伤，那是你闪耀之前的序曲，迷乱之中，我的狂想，迷于西风的晚上。哎，我的心。来，能不能别唱了，唱首别的行吗？别这么伤感行吗？我们搁这庆生呢，你这唱的什么啊？哎，唱首《娘子》，周杰伦的《娘子》。哎，来首《娘子》。对不起，我只唱我自己写的歌。 别人的歌我没唱过，也不会唱。吹的吧？谁是经理？谁是经理？哎，哥们儿，别着急，我是这儿的经理，有话好好说。他是只唱自己的歌吗？我请他的时候签的有这个协议。他不就是酒吧驻唱的九流歌手吗？有什么好牛的？都不容易，哥们儿，别这么说话。我说错了吗？他写的歌好吗？无病呻吟的狗血意淫歌曲，把自己都给唱哭了。你看我哥几个一身鸡皮疙瘩。哎，哥几个是想听娘子是吧？对啊，就是想听娘子啊。对面有一酒吧啊，你想听啥他给你唱啥，我们这儿不欢迎年轻啊。不是你呀，啊，哥们哪儿冒来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哥们说的对，对面有唱娘子的，不仅有唱娘子呢，还有唱你妈。 唱你爸，唱你大爷的，知道吗？怎么着？抽枪子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！来，你往这砸，来，往这砸！哎，住手！大型综艺娱乐选秀节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在经历了万众瞩目之后，星光灿烂即将迎来5强争夺战。鉴定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轻伤。 脑袋上缝了8针，那老马不会被判刑吧？律师说，最坏的结果，1年吧。1年，那老马还不得死里面？就他那脾气。那我们赔偿，我跟老骚把3年工资都押上。没那么简单，不是钱的事。那怎么办啊？思凡，你得帮帮老马，把他弄出来。 看电视吧，秋子出场了。雪飘舞着，纷飞在风中，漫天。 部落的想念，雪飘舞着，幻想都市的童话世界，美丽在它落地融化之前。 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就在我们落地融化之前，忘掉吧。风中传来是谁的牵挂？忘掉吧。繁华中失落的。 谢谢你来接我。哎呀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秋子拿了第6。6进5的时候，秋子唱了我的票选。怎么知道的？看电视，看守所也可以看电视。走吧。被我打那个人怎么样了？拿得上，缝了8针。赔了不少钱吧？那人啊，不要钱，但是他呢，只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在襄阳永远都不要见到你，包括老骚和阿桑。你们答应了？那可不，不然你能这么早出来吗？ 为难你了，思凡。要谢啊，你就谢老蔡吧，他为了能让你早点出来，可做了不少难。不要瞒我了，我知道襄阳的老板是你。老蔡已经告诉我了，在我落魄的时候给我一个地方生存，我真的很感激，真的特别感激。酒吧要散了，你怎么打算的？离开北京，我已经对自己彻底失去信心了。太受刺激了，我真他妈想一头撞死。6强角逐，秋子拿了个第6，他要是不唱飘雪，说不定能拿第1的。这首歌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过。 却没能得到评委的认可。最让我寒心的是，我流着眼泪给秋子写的歌，还被客人们羞辱。最优秀的音乐人，也不能保证每一部作品都是成功的。最动人的歌曲，也不一定能感动所有人。你别……我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写不出好歌了。我落伍了。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歌。那，还打算见秋子吗？你觉得秋子还愿意见我吗？现在的我对她来说已经没什么价值了，更何况我还伤害过她。怎么又来了？你是不是又可怜我了？落到这一步，只能怪我自己。 我太自以为是了，什么事都按照自己的性子来，到最后只能是一团糟。子凡，我想自己走回去。 哥，你们俩又没留住啊？被你打那人不让我们留在酒吧。我车呢？也不让放哪儿。老蔡让我把车还给你，说让你再找一买家，卖车的钱不用还。老蔡呢？去加拿大了。他有一表哥在温哥华开了一餐馆，让他照料。本来老蔡要跟你打一招呼的，后来那边催得急，走了。 有烟吗？没了。哥，你别这么喝了，你这么喝我特想哭，真的。哥，这北京混不下了，咱到别地儿唱呗。对。 哥，那么多酒吧邀请我们去演出呢，咱们可以走遍中国呀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你想想，挺带劲儿的。就这么走了吗？我们还没开始牛呢，就他妈被淹没了。就这么走了吗？我们在这个城市了一腔热血，耗尽了激情。有些人说，只要努力，就有回报。我们也努力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懂生活，我真想大嘴巴抽他！我哥，我跟老三也想好了，我俩知足。 嗯，没那么多野心了。想想以前，我只能一个人站在寒风中唱着故乡的云。要不是你把我拉到襄阳，我早就饿死了。哥，那会儿我在洗脚城给人唱歌的时候，我跟你说那屋里的味儿啊，然后我还得给人边弹琴边唱歌。要不是你让我跟你走，我早就被臭死了。哥，你是我亲哥。 来，今天不管你想喝多少，我跟阿芳陪着你，好不好？来。 那天我们哥仨喝了3斤2骨头，都喝醉了。我们互相拥抱，互相告慰，说了很多讨厌我的话。 阿桑说：“和我爱着的女人相比，我更爱的是我写的每一首歌。”老骚说：“我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自恋狂。”是，我太迷恋自己的歌了。我把太多的欲望全都寄托在我的歌里：爱情、名利、被人仰望，太多。我 太渴望成功了。我的经历告诉我，只有成功才能左右命运，而不成功，只能被命运左右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秋子，这是你最近的日程安排，看一下。 秋子姐，我念给你听。好，谢谢。12月8号，也就是今天晚上8点，公司举办庆功会，同时接受多家媒体现场采访。12月9号下午2点到北京电视台。喂，思凡姐。哎，秋子，到北京了吗？快到5环了。今天有时间吗？咱们见个面。好，一会儿见。 恭喜凯旋归来，谢谢。嗯，来，谢谢。我可以叫你思凡姐吗？当然可以啦。思凡姐，你想和我说什么呀？秋子，你喜欢我的歌吗？喜欢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很崇拜你。崇拜我什么呀？你唱的歌都是自己的原创，我崇拜原创歌手。 因为好歌不难唱，但好歌很难写。让我成名的所有歌曲，原创都不是我，是马德琳。6年前，在星光大道的选拔赛上，我认识了马德琳。后来，我们俩相爱了。在相爱的日子里，马德琳为我写了很多歌。 凭借着这些歌，我得到了天籁之声的第1名。可所有的评委和观众都以为这些歌是我自己写的。后来，他把他的车卖给了老蔡，用卖车的钱为我录制了3张个人专辑。和以前一样，所有的观众都觉得我是专辑的原创。 没有人知道马德琳是谁。思凡姐，那你为什么要离开他？人在成功了之后，往往就奢求更多，在鲜花围绕着我的时候，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郑祖航。我希望郑祖航可以帮助我实现更多的欲望。我得到了，我开上了好车，住进了好房。我把我的爸爸妈妈接来了北京，他们从此可以安享晚年。可是，在离开了马德里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唱出过好歌。我唱歌的气息，像是被一层无形的东西包裹住了，不能不发。是愧疚。我把3张专辑的卖片所得全部交给马德里，我求他别把我们之间的秘密公布于众。马德里把银行卡塞回我的口袋里，然后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无地自容的话。他说：“这些歌我是为爱而写的。”司凡姐，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我是想让你知道，马德里是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。他竟然做了那样的事情。如果说，他是为了让你登上星光灿烂的舞台，才做了那件让你伤心的事儿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其实，我知道他的用心。思凡姐，我很功利。当初我离开国娱的时候，我很后悔。是马德里给我找到一个回去国娱的理由。虽然他很清楚，你一旦走红，对他将意味着什么。意味什么？意味着你将离他远去，因为我就是他的前车之鉴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的境况非常糟糕。他就要离开北京了，他很绝望。你找谁呀？请问马德丽还住在这吗？是那几个唱歌的吗？对，他们搬走了，今天刚搬走的。哦。喂，秀子，你回来了。我这几天打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？卡里没钱了，今天刚续上。那你现在在哪？卖唱呢，我已经流落街头了。那故乡的风。 故乡的雨为我抹平伤痕，我曾经豪情万丈，归来却空空的行囊。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雨。 没想到吧？你的腿怎么了？截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酒喝多了，从楼上摔下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摔下来的？你干嘛老喝那么多酒啊？别哭行吗？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还能来。行了，把眼泪擦了，你走吧。好好和他们合作，国娱传媒是超级奶妈，他们一定会把你捧红的。虽然你是第6名。 但是你比前5名更有潜质，我不会看左右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以后谁来照顾你？有老桑、阿桑他们呢，我们哥仨棒着继续折腾呗。我们已经想好出路了。我还要跟着你们。以后我来照顾你，我给你洗衣服，我给你做饭。不可能！明天你就会后悔你今天说的话了，后天你就会觉得我是你的累赘。 我敢说，不到10天我就找不到你了。你不会找不到我的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你还要给我写歌呢，给我写一辈子，我一辈子都黏着你，你赶我也赶不走。唱我的歌后悔了吧？ 才拿了个第6，心里是不是特懊恼？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，也是我唱的最好的一首歌。我不懊恼。我渴了，给我买瓶水吧。好，我去买。 哥，秋子不愿意跟咱们走。哥，天下美女多的是。马德利。 马德利，老马，秋子，我走了，和老桑、阿桑一起去别的城市唱歌。我们的目标是唱遍全中国。 你在桥上说，还愿意跟着我们，我能看出来，这是你的真心话。但是我不能带你走，现在是你最关键的时候，你走红只有一步之遥，一定不要错过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梦想，但是能实现梦想的人并不多，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自己的好机会，不要让所有爱你的人为你惋惜。再见了，秋子。 1年后的今天，我会回到这个我们相识的地方，你会来吗？告别了秋子，我们一路向东，我们先到烟台，再到威海，再到青岛，我们沿着东部海岸一直向南。在这1年中，我们唱了13个城市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都会得到歌迷的推崇。 没想到有那么多歌迷知道我们。1年的漂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，1年的漂泊让我们知道了自己该如何存在。我已经不止唱自己的歌了，唱别人的歌让我找到了飞翔的感觉，唱别人的歌让我懂得了世上的好歌多的是，而我的歌顶多是汇入大海的一只小溪。 那，你还等秋子回来吗？不等了，秋子已经不再属于我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在你们相识的地方继续等下去，一直到她回来，就像我等我的小曼一样，永远不要放弃。我还有个小故事，想听吗？你说吧。从前有一个国王，他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。 国王的士兵爱上了这个公主。有一天，士兵就把自己的爱告诉了公主。那公主就对士兵说：“如果你能在我的窗下守100个日夜，你就可以赢得我的心。”于是，士兵就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公主的窗下，风雨无阻。士兵的执着，其实公主都看在眼里。但是第99天的时候，士兵起身就走了。这故事我原来听过。 但是这个结局我一直没想明白啊，就剩1天了，士兵为什么不坚持啊？因为公主的心太冷酷了。最后的1天让士兵留住了尊严。放弃吧，别再等了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诱惑。小曼和秋子他们也一样，他们现在的处境改变了，会有更多的诱惑等着他们，而我们，对他们来说已经微不足道。 放弃吧，留住自己的尊严。世上还有别的女人。愿意跟我走吗？去别的城市唱歌，和老骚、阿桑他们一起。我刚来，为什么要走？凭我的直觉，你唱不出来。 看来你的确是有点自以为是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唱不出来？我才20岁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的是时间。我来北京的时候，我爸就告诉我：不经历风雨，就见不到彩虹；不经历磨难，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坚强。我爸说错了吗？说得很精辟。我再加一句：如果不经历，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存在。 谁在乎我们正在走的路？谁评判生命与沦为何物？是否找个理由忘掉自由，忘掉我们曾经也愤世嫉俗，永远不。 不要回头，永远不要回头。永不回头。大哥仙，我知道你不会来见我。既然知道你不会来，为什么我还要来呢？可能我的脑袋真的被驴踢过吧。秋子，你终于成功了。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了。我不会把你扔到垃圾箱里的。我老马没那么小心眼。 行了，你先撤了。老四和阿桑还在南方等着我呢，我得赶路了。纷飞在风中，漫天不落的想念。雪飘舞着，幻想都市的童话世界，美丽在它落地融化之前，我飘。 哭着，被你随意抖落的誓言，就在凝固的瞬间，我飘笑着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就在我们落地融化之前。 是谁的牵挂？忘掉吧，繁华中失落的流言。我们飘来飘去，随风飘来飘去，七彩的霓虹梦幻，多少遍。 在夜。